因为那个叶女士她有钥匙哈、哦，那我们针对这个 PowerPoint 的，就是说依据广慈博爱园区整体开发案都市设计准则第20页，它的就是针对你们这个福德街。啊，那个大道路跟这个福德街这旧派出所这个84巷，哦，针对这个你们在这个开发的都市准则里第20页已经有提到要设有4公尺顶盖式的通廊，含骑楼的形式串联那个街运的出口，这个人行径宽2.5米以上，净高应达达到3.5公尺以上，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不是低标的房仓跟一标的大路设计图是不是有依照上图来规划，确定设有这个6公尺顶盖式的通廊？我们这样提议是让不止将来有很多人进驻在这里面，也让市周围的居民有这个顶盖式的通廊，有更多一个运动健行的空间，这是你们都市计划设计准则已经有答应的。那我就照他这样讲，如果没有遵照这个都市设计准则规划，那都发局就是司法犯法，没有来做这件事情啊。我们希望就是按照这个开发案的都市设计准则来实行。那上述这个4公尺的顶盖式的通廊，在以前的说明会都有提到，我们希望它能确实的落实。第二点，在下一页，我们有在11月24号。提到在北侧这个60米的开放空间有设一个多功能的广场，就是这个营梯车的就在空间，当初有提出来认为他们设置位置不当，所以这个房商的建筑师也在会议中已经答应把它移走，请问设计图改了吗？好，这个以上我代替他回答，谢谢。谢谢李长，这个有关市民设计准则要求的通行，这个我们那边是建筑师这边回应的。是有关这个4米净高的一个通廊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考量到其实很多次的一个公听会上都有承诺说我们要把容积率下降，那这样的一个通廊其实会记录这个容积率，所以我们最后的选择是希望说把它这个通廊是最后浓缩在整个建筑物的周边，就是说我的建筑物底层是有这样的一个通廊的空间可以连接所有的出入口。那有关捷运的部分，其实我们捷运目前是集中在南边，那第一标的部分它是没办法直接串接到南边这两个捷运的出入口，但是我们目前有的是这个底层的部分是有确定有这个4米净高的一个通廊，那当然这个是考虑到容积率以及确保最多的树木可以保留的一个方案。对不起，这柯市长就说法是骗子。林周明局长有答应我们要有这个通廊，现在告诉我们说没有。你们现在才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时候通知过我们这些市民的？这不是骗子是什么？我可能再稍微说明清楚一点，我们不是完全连接的一个通廊，但是我们有 No， 请把那个图面调出来看。请把那个图面，当时林庄民局长把那个图秀给我们看，
多加了，告诉我们这有这个通廊，下雨天我们可以用。现在告诉我说没有了，不是骗子是什么？你们都已经承诺过了，现在告诉我们没有，请问这不是骗子是什么？公然的说谎。那我们以后开什么公听会啊？谁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我想刚才那个我们这个 PCM 这边也回应了，可能当初可能就是这个通廊。没有什么当初，当时都已经肯加了，告诉我们这是我们首创的。对了，可是依照我们这个专管的意思是说，他还是那如果你们要取消，就控制我们大众啊！现在有人提出质疑，才告诉我们说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很清楚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再怎么解释都是骗人。依照现在的图，应该就是没有嘛。对。对啊。那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现在才告诉我们说没有？是，我希望那个主席哦，因为既然以前市政府督察局长的承诺，我们就是你无论如何你就要去克服。你们回去调调看你们自己的录影带，看当时怎么讲的。这个就是说你们的承诺嘛。如果你们悔诺，就是骗子。这不是骗子是什么？谁能回答我？然后用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语来跟我们讲，挪到哪里去？挪到哪里去？那你们当时规划的、讲那么漂亮的是什么？那是谎言吗？是不是谎言？是，我是希望这一个。建一下哈，我是希望这个承诺能够落实，我们再来动啊，这样好不好？我说你柯市长那一天来动工，怕人家又说我是。我们希望是很理性的，既然市政府督察局的承诺，那也希望主席跟那个魏科长哈，你也把这个带回去，好不好？好。啊，你确实，我们也不是书面，我希望。1月10号，市长要动工了，不要在外面的人说骗子市长，骗子督察局，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都是你的承诺，我们没有多加，我们没有多加，那也希望你在1月10号以前给我们回答，否则我们1月10号，你们市长来会很难看，好不好？那你1月9号就给我们回答，好不好？既然设计可以改，既然设计可以改，我把问题都答完可以。OK， 我一并给你答。北侧60米开放空间那个消防的那个救灾空间的设计部分，那个我们建筑师有已经把它移到靠建筑物这一侧，那个有。OK， 有盖了，哦。OK， 我要反应了。既然设计可以改，那请你把60米开放空间放在断层带上，就是南侧。而你如果要盖房子，盖到北侧安全没有通断层带的地方，既然你们可以改设计，请你这么做。好，谢谢。下一位。